高士传，高士传，作者皇甫谧西晋，晋皇甫谧传。谧，字士安，字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人，汉太尉松之曾孙。常举孝廉，不行，事迹具，晋书，本传。按南宋李时续博物志曰，刘向传列仙七十二人，皇甫谧传高士亦七十二人，知秘书本数仅七十二人。此本所载乃多至九十六人。然太平御览五百六卷至五百九卷全收此书，凡七十一人，其七人与此本相同，又东郭先生一人，此本无，而御览有，何知得七十一人与李时所言之数仅一其一耳？盖御览无善本，凡客偶托也。此外，子之父石之农、陈济、商荣、荣启齐、常举、杰逆、何由丈人、汉阴丈人、严处十人，皆御览所引嵇康、高士传之文。闵贡、王霸、严光、梁鸿、台同、韩康、贾政、贾珍、汉宾老父、庞公十人，则御览所引《后汉书》之文。为披衣、老聃、耕桑楚、林类、老商氏、庄周六人，为御览此不所未载。当由后人杂取，御览稍执他书，复一之耳。考读书志亦作九十六人，而书录解题称今自披衣至管宁为八十七人，是宋时已有二本，篡乱非其旧矣。流传既久，未敢轻为山魈，然非七十二人之旧，则不可以不知也。姐妹计划，姐妹计划，百科图册分类数据项，参见高士传四库全书本目录一序二卷上 2.1 背一 2.2 王尼 2.3 聂缺 2.4 朝父 2.5 许由 2.6 善卷 2.7 子周之父 2.8 壤父 2.9 石户之农 2.1 林仆一子 2.11 披求公2.12江上丈人 2.13 小陈济 2.14 贤高 2.15 商荣 2.16 老子李耳 2.17 耕桑楚 2.18 老来子 2.19 林类 2.20 荣启齐 2.21 何愧2.22 长举杰拟 2.23 石门守 2.24 和小丈人 2.25 路通 2.26 岑参 2.27 颜回 2.28 元宪三卷中 3.1 汉阴丈人 3.2 胡丘子陵 3.3 老商氏3.4列玉寇 3.5 庄周 3.6 段干木 3.7 东郭顺子 3.8 公仪前 3.9 王斗 3.1 林延处 3.11 钱楼先生 3.12 陈仲子 3.13 余父 3.14 安其生3.15和尚丈人 3.16 乐成功 3.17 盖公 3.18 四号 3.19 黄石公 3.20 鲁二真氏 3.21 田和 3.22 王生 3.23 智俊
3.24 含服 3.25 成功 3.26 安丘望之 3.27 宋慎之 3.28 张仲伟 3.29 严尊 3.30 彭城老父 3.31 韩顺 3.32 郑普 3.33 李鸿 3.34 向长 3.35 闵贡 4 卷下 4.1 王霸 4.2 严光 4.3 牛牢 4.4 东海隐者 4.5 梁鸿 4.6 高辉 4.7 台同 4.8 韩康 4.9 邱兴 4.1 林角胜 4.11 任堂 4.12 智询 4.13 法真 4.14 汉兵老父 4.15 徐志 4.16 夏父 4.17 郭泰 4.18 申屠盘 4.19 袁弘 4.20 江公 4.21 管宁 4.22 郑玄 4.23 任安 4.24 庞公 4.25 江齐 4.26 荀敬 4.27 胡昭 4.28 焦先序孔子称举一名天下之名归心焉洪崖先生创高道于上皇之代许由善卷布降节于唐虞之朝是以义有数薄之意理有玄勋之志诗人发白驹之歌春秋显子臧之节明唐月令以季春聘名士李贤者然则高让之士王振所先立卓积贪之物也史班之载多所确略梁鸿宋一名苏顺科高士或录曲节杂而不纯又进取秦汉不及远古夫思其人犹爱其术况称其德而赞其事哉密采古今八代之事身不屈于王公名不号于中史自尧至魏凡九十余人虽直节若夷齐去就若两公皆不录也卷上背一背一者尧时人也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聂缺聂缺之师曰王尼王尼之师曰贝伊聂缺问道乎贝伊贝伊曰若正汝行亦汝事天何将至赦汝之亦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同焉如心生之毒而无求其故言未促聂缺睡寐贝伊大悦行歌而去之曰行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之不已故自持眉眉会会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王尼王尼者尧时贤人也师贝伊聂缺又学于王尼问道焉聂缺曰子之物之所痛是乎曰无恶乎知之子之子之所不知邪曰无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无恶乎知之虽然常是言之庸句之无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句之无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无常事问乎汝名师请则夭疾偏死犹然乎哉目处则坠立寻句猿猴然乎哉三者孰之正处名时除患君禄实践亲且甘待吃鸭其属四者孰之正位猿片居以为辞迷与鹿交游与鱼游毛强利基
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徒，凡然淆乱，无恶能知其变。聂缺曰：子不知利害，则治人故不知利害乎？王尼曰：治人神矣。大则焚而不能热，河汉户而不能寒，及雷破山峰震海而不能惊。若然者，成云气，其曰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矣，而况利害之端乎？聂缺。聂缺者，尧时人也。许由师事聂缺，尧问于由曰：聂缺可以配天乎？吾及王尼以要之。许由曰：待哉，几乎天下。聂缺之为人也，聪明睿之，给术以明，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审乎尽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与之配天乎？彼且成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异形，方且尊之而火驰，方且畏畜使，方且畏物害，方且似故而物应，方且应众疑，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朝父。朝父者，尧时隐人也。山居不盈势力，年老以树为巢，而请其上，故时人号曰朝父。尧之让许由也，由以告朝父。朝父曰：汝何不隐汝形，葬汝光？若非吾有也，及其因而下之，犹怅然不自得。乃过清陵之水，洗其耳，视其目，曰：向闻贪言，复吾之有矣。遂去，终身不相见。许由。许由，字武仲，阳城怀里人也。为人具义履方，邪习不作，邪善不识，后隐于沛泽之中。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曰月初已而绝火不息，其余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已而犹尽灌，其余则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失之，吾自是缺然，请治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待子，吾将为民乎？民者，时之兵也，吾将为兵乎？交辽朝于生灵，不过一之。偃戍颍河，不过满腹。归修乎君，与魔所用天下位。袍人虽不制袍，施助不悦尊祖而待之矣，不受而逃去。聂缺欲许由，曰：子将息之。曰：将陶尧。曰：息未邪？曰：夫尧之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为外乎贤者知之矣。由于是顿耕于中岳引水之阳，积山之下，终身无惊天下色。尧又召为九州长，犹不欲闻之，喜耳于引水兵。时其有朝父迁读欲引之，见犹喜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身，是故喜耳。朝父曰：子若触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固弗由，欲闻求其名誉，呜无独口。迁都上流引之。许由眉，葬积山之巅，亦名许由山，在阳城之南十余里。尧因就其墓，号曰积山公神，以配十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绝也。善卷。善卷者，古之贤人也。尧闻得道，乃北面师之。及尧寿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卷曰：习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
不知怨，不知喜。今子圣为衣裳之服以炫明目，凡吊五音之声以乱民耳，披作黄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未知，其何异乎？禹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纸革，春耕种行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曰出而作，曰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亦自得。吾何以天下未哉？悲夫！子之不知于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处。子周之父。子周之父者，尧时人也。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周之父。子周之父曰：以我为天子由之可也。虽然，我是有悠悠之病，方且治之，为侠治天下也。舜又让之，亦对之曰：禹是有悠悠之病，方且治之，为侠治天下也。攘父，攘父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攘父年八十余，而即攘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攘父曰：吾曰出而作，曰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得于我哉？十户之农，十户之农，不知何许人也。禹舜未有。舜以天下让之十户之农，十户之农曰：卷卷乎后之为人保利之事也。于是夫妇七代，携子一入于海，终身不返也。仆一子，仆一子者，舜时贤人也。年八岁而舜失之。聂缺问于王尼，似问而似不知。聂缺因悦而大喜，行以告仆一子。仆一子曰：尔乃今之之乎？有余事不及太室，有余事其由臧人以要人，义的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太室其卧徐徐，其决于鱼，亦以四喂马，亦以四喂牛，其知情性，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后舜让天下于仆一子，仆一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终。披求公，披求公者，无人也。颜陵季子出游，见道中有遗经，故披求公曰：取彼经。公投连田木，俯首而言曰：何子楚之高而是人之卑？五月披求而复兴，岂取经者哉？季子大惊，季谢而问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事，何足与姓名也？江上丈人，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废无忌之谗杀伍奢，奢子元王将奔吴，至江上，欲渡吴州，而楚人垢元甚急，自恐不脱，见丈人的渡，因解所佩剑以与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不受，曰：楚国之法的五虚者，绝直归，今千亿无上不取，何用剑位？不受而别，莫知其谁。元至无味香，求丈人不能的，每食辄记之，曰：民可得闻而不可得见，其为江上丈人乎？小臣记，小臣记者，其人也。抗力息鼓，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见。公叹曰：吾闻不一之事不清绝路，则吾以助万臣之主，万臣之主不好仁义，则吾以下不一之事，于是吾往，乃得见焉。桓公以此能治事，为五霸之长。贤高，贤高者，郑人也。郑穆公时，高见助为秦晋所逼，乃引不仕，为商人。
即晋文公之反国也，与秦穆公伐郑，为齐都。郑人私与秦盟，而晋失退。秦又使大夫四余等三人戍郑。居三年，晋文公卒，襄公出立。秦穆公方强，使百里奚、乞白以率师袭郑。过周反华，郑人不知。时高姜氏于周，遇之，谓其友简他曰：“师行数千里，又数经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已无备也。是以知其情也，必不敢进矣。”于是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师，且使人告郑未备。四余王奔齐、孟明等反至都，晋人要急，大破秦师。郑于是赖高而存。郑穆公以存国之赏赏高，而高辞曰：“诈而得赏，则郑国之政废矣。为国而无信，是败俗也。赏一人而败国俗，智者不畏也。”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返。商容，商容不知何许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无一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将与子过故乡而下车，知之乎？”老子曰：“非为不忘故耶？”容曰：“过乔木而趋，知之乎？”老子曰：“非为其敬老耶？”容张口曰：“无舌存乎？”曰：“存。”曰：“无齿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为其刚亡而若存乎？”容曰：“昔天下孤敬矣。”老子李耳。老子李耳，字伯阳，陈人也。生于殷时，为周助下史，好养精气，贵阶而不失。转为守藏史。积八十余年，史记云二百余年。时称为隐君子，谥曰丹。仲尼至周，见老子，知其圣人，乃师之。后得衰，乃乘轻牛车取入秦。过西关，关令尹喜望弃先之焉，乃物色遮后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五千余言，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号其为老子。耕桑楚，耕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魏累之山。其居三年，魏累大攘。魏累之名相与言曰：“耕桑子之始来，无惭意之。”吾曰：“既之不足，遂既之而有余，庶几其圣人乎？子胡不相与师而助之，射而祭之乎？”耕桑子闻之，难面而不视。然弟子异之，耕曰：“弟子何异于与？夫春气而百宝生，正的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德而然哉？天道已行矣，无闻至人失居环堵之事，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魏累之细名，而窃窃祖斗于与贤人之间，我其韶之人邪？吾是以不视于老聃之言。”老来子，老来子者，楚人也。当时是段陶氏耕于蒙山之阳。官家魏强、彭蒿魏氏，知木魏床，施艾魏席，饮水石书，垦山播种。人或言于楚王，王于是驾至来子之门。来子方之本，王曰：“守国之政，孤愿凡先。”来子曰：“诺。”王去，其妻乔孩曰：“子许之乎？”老来曰：“然。”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锤；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铁。
切不能为人所制者，七投其本而语。老来子亦随其妻至于江南而止，曰：鸟兽之毛，可击而衣，其一立足食也。仲尼常闻问，猝然改容焉。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终也。伶类，伶类者，谓人也，年且百岁。抵春披裘，十一岁于故其，并歌并进。孔子是谓望之于也，故谓弟子曰：彼叟可与言者，是往训之。子贡请行，逆之垄端，面之而叹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十岁，伶类行不留，歌不辍。子贡叩之不已，乃仰而应曰：吾何悔邪？子贡曰：先生少不勤行，常不进食，老无妻子，死期将至，亦有何乐？而十岁行歌乎？伶类笑曰：吾之所以为乐，人皆有之，而反以为忧。少不勤行，常不进食，故能寿若此。老无妻子，死期将至，故能乐若此。子贡曰：寿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恶。子以死为乐，何也？伶类曰：死之与生，一往一返。故死于世者，安之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之盈盈而求生非祸乎？亦又安之吾今之死不悦席之生乎？子贡闻之，不欲其意，还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与言，果然。容启其，容启其者，不知何许人也。路求带所，古琴而歌。孔子游于泰山，见而问之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为人为贵，吾的为人矣，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曰月，不勉强保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视之长也；死者，明之终也。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何愧？何愧者，为人也。避乱不恃，自逆姓名。孔子即庆于魏，乃何愧而过孔氏之门，曰：有心哉即庆乎？继而曰：坑坑乎莫己之也，思己而已矣。深则利，浅则竭。孔子闻之，曰：果哉，谓之难矣。常举节逆，常举节逆者，不知何许人也。偶而根，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常举曰：夫执鱼者为谁？子路曰：是孔丘。曰：是鲁孔丘鱼。曰：是也，是之今矣。问于节逆，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一之？且而与其从鄙人之事，其若从鄙视之徒哉？忧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悟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石门守，石门守者，鲁人也。亦必是不是，自隐姓名，为鲁守石门，主陈夜开闭。子路从孔子，石门而宿。问子路曰：昔字？子路曰：字孔氏。遂讥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畏而畏之者与？时人贤焉。何小丈人？何小丈人？不知何许人也。子路从而后，问曰：
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谓夫子？执其杖而云。子路拱而立止。子路素且享焉，而见其二子，名曰：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路通。路通，字皆于，楚人也。好养性，躬耕以为食。楚昭王时，通见楚政无常，乃阳狂不仕，故时人谓之楚狂。孔子视楚，楚狂皆于，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得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事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谨勉行焉。夫轻乎与，莫知之宰。或重乎的，莫知之弊。以乎以乎，邻人以德。待乎待乎，化德而趋。弥扬弥扬，无伤无形。雀屈雀屈，无伤无足。山木自扣也，高火自煎也。贵可食故伐之，妻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也。孔子下车，欲与之言，屈而避之，不得与之言。楚王闻路通贤，遣使者持金百亿，车马二四，往聘通，曰：王请先生至江南，通笑而不应。使者去，妻从事来，曰：先生少而未易，其老为之哉？门外车及何声也？妾闻亦是非礼不动。妾是先生，躬耕以自食，亲之以为衣，食饱衣暖，其乐自足矣，不如去之。于是夫妇辅赠，妻带任器，便名异姓，游诸名山，食贵如石，服黄金子，饮蜀峨眉山，寿数百年。俗传以为仙云。岑参。岑参，字子舆，南武城人也。不仕而游，居于渭。运袍无表，颜色种怪，手足骈之。三曰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襟而肘腱，纳具而踵绝，夜纵而歌。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鲁哀公贤之，至义焉。参辞不受，曰：吾闻受人者常畏人，与人者常交人。纵君不我交，我岂无畏乎？终不受。后促于鲁。孝哉子舆，领道四宾。浩浩之气，常交大人。畏都不乐，好绝难应。单居密论，传耀千春。颜回。颜回，字子渊，鲁人也，孔子弟子。平而乐道，退居陋巷，屈躬而请。孔子曰：回，来家平居卑，胡不仕乎？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詹州；郭内之圃十亩，足以为司马。古工商之音，足以自娱；其所闻于夫子，足以自乐。回何事焉？孔子悄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也。袁显。袁显，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鲁桓堵之事，辞以生草，棚户不完，桑以为书，而瓮有二室。贺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弹琴。子贡相位，结四连旗，排离祸，入穷闾，向不容宣，来见袁宪。袁宪为官纵旅，杖离而应门。子贡曰：昔先生何病也？宪应之曰：宪闻之，吾才位之贫，学道而不能行位之病。
若陷平也，非病也。夫昔事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祀，仁义之特，与马之事，陷不忍畏也。子贡逡巡而有惭色，终身耻其言之过也。卷中，汉阴丈人。汉阴丈人者，楚人也。子贡是楚，过汉阴，见丈人未幼，入井抱瓮而灌，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积于此，后重前轻，切水若抽，其名为高。用力寡而见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闻之无失。有积泄者必有积事，有积事者必有积心。积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身不定。神身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无非不知，修而不畏也。”子贡愕然，惭俯而不对。有间，丈人曰：“子奚谓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志，独贤歌以卖名声于天下乎？汝方将忘汝神器，堕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无事。子贡悲邹失色，须须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后悦。胡丘子陵。胡丘子陵者，郑人也。道德甚优，列御寇师视之。初，御寇好游。胡丘子曰：“御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乐所玩无故。人之游也，观其所见；我之游也，观其所变。”胡丘子曰：“御寇之游，故与人同，而曰故与人异。凡所见亦恒见其变，玩彼物之无物，不知我亦无故。物外游，不知物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于是列子自以为不知游，将终身不出，居正圃四十年，仍无食者。老商氏。老商氏者，不知何许人也。列御寇师焉，兼有伯高子而进于其道。隐身闻之，从列子居数月不审赦，因兼请其其数者，时反而时不告。隐身对而请辞，列子又不命。隐身退数月，亦不嗣，又往从之。列子曰：“汝贺去来之平？”隐身曰：“囊张代有请于子，子不我告，故有憾于子。今复托然，是以又来。”列子曰：“囊吾以汝未答，今汝知彼至此乎？即将告汝所学于夫子者矣。自吾之学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使得老商一免而死。五年之后，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使亦解言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更无是非，从口之所言更无利害，老商使亦隐无病席而坐。今汝居先生之门，曾未洽时，屡须乘风，岂可得乎？”列御寇。列御寇者，郑人也，隐居不仕。郑穆公时，子阳未乡，专任刑法。列御寇乃绝迹穷巷，面有饥色。或告子阳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吾乃为不好事乎？”子阳闻而悟，使官宰粟数十胜而与之。御寇初见使者，再拜而辞之。入见其妻，妻望之而抚心曰：“妾闻未有道之妻子皆得逸乐，今有饥色，君过而疑先生食，先生不受，岂非命也哉？”御官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疑我素，
治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无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郑人杀子阳，其党皆死，欲寇安然独权，终身不仕，著书八篇，言道家之意，号曰列子。庄周，庄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学老子，为蒙献妻元立，遂一世自放，不仕。王公大软皆不得而弃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钓于蒲水之上，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二千岁矣，今祀而藏之于庙堂之上。此龟宁无为留骨而贵乎？宁深夜委徒中乎？”大夫曰：“宁钓委徒中耳。”庄子曰：“往矣，吾方钓委于途中。”或又以千金之币迎周未乡，周曰：“子不见交际之犀牛乎？一以文秀，十以除书，及其迁入太庙，欲为孤屯，其可得乎？”遂终身不仕。段干木，段干木者，晋人也，少平且健，心志不遂，乃至清洁，游西河，失事卜子夏，与田子方、李克、狄黄、吴起等居于魏，皆魏将，为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遇见，就造其门，断干木于墙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礼待之，出过其庐而逝。其仆问曰：“干木不衣也，居室其庐，不似甚乎？”文侯曰：“断干木贤者也，不遗势力，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深驰千里，吾敢不仕乎？”干木先乎得，寡人先乎仕。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仕不若得贵，财不若义高。又请魏襄，不肯。后卑己故请见，与与文侯力倦不敢袭。夫文侯名过其桓公者，盖能尊断干木并卜子夏，有田子方故也。东郭顺子，东郭顺子者，魏人也，修道守贞。田子方失事之，而魏为文侯师友，是作于文侯，数称西公。文侯曰：“西公子之师耶？”子方曰：“非也，吾则之礼人也，称道数当，故吾则称之。”文侯曰：“然则，子无师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师谁耶？”子方曰：“东郭顺子也。”文侯曰：“然则，夫子何故未尝称之？”子方曰：“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圆而保真，清而容物。物无道则容以之，使人之意也消，则何足以称之？”子方出，文侯曰：“远哉，全德之君子，使吾以圣智之言、仁义之行为治矣。吾闻子方之帅，吾行解而不欲动，口浅而不欲言。吾所学者，真土艮耳。夫未真为我类耳。公宜前，公宜前者，鲁人也，与子思未有。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为相。子思曰：‘公以子辞所以不至也。君若饥可待人，那用其谋，虽疏食饮水，即亦愿在下风。吾以高官厚禄为钓饵，而无信用之心。公以子至若鲁者，可也不尔，而不于君之庭。且臣不宁，又不能为君操竿下钓，以伤守节之事。前及终身不屈。’”王斗，王斗者，其人也，修道不仕，语言处并实。曾造宣王门，欲见宣王。宣王使业者言斗入，斗曰：“斗趋见王，为好事。”王趋见斗，为好事。
于王何如？业者还报。王曰：身徐之，寡人请从。王居而迎之于门，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庙，守社稷，闻先生直言，朕见不讳。窦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之爱耻乎也？王曰：何谓也？窦曰：王使人为官，不使右便利，而使公者，何也？未能知也。今王治其国，非左右便辟则无始也。臣故曰：不如爱耻乎也。王其谢曰：寡人有罪于国家矣。于是举事五人，人之以官，其国大治，王窦之立也。严楚，严楚其人也。宣王见之，王曰：楚前。楚亦曰：王前。宣王不说。左右曰：王人君也，楚人臣也。王曰：楚前。楚亦曰：王前，可乎？楚对曰：夫楚前为牧士，王前为驱使，与使楚为牧士，不如使王为驱使。王愤然作色曰：王者贵乎？是贵乎？对曰：是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楚曰：有。喜者秦公齐。令曰：有敢去柳下祭陇五十步而巧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亿。由是观之，身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陇也。宜望祭曰：严先生与寡人游，食太牢，臣安车，妻子衣服利都。严处辞去曰：处愿的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跪，清净真正以自娱，遂辞而去。钱楼先生，钱楼先生者，其人也，修身清洁，不求尽于诸侯。鲁公公闻其贤，遣使至礼，赐粟三千钟，欲以为香，辞不受。齐王又礼之，以黄金百金聘为卿。又不久，著书四篇，言道家之物，号钱楼子，终身不屈，以受终。陈仲子，陈仲子者，其人也。其兄代为其亲，食禄万钟。仲子以为不义，将妻子侍楚，居于陵，自谓于陵仲子。穷不计求，不义之食不食。遭岁饥，乏粮三约，乃匍匐而食井上李食之虫者，三厌而能事身。自之旅，七薄蜜炉以一衣食。楚王闻其贤，欲以为乡，遣使持金百亿，至于陵聘仲子。仲子入谓妻曰：楚王欲以我为乡。今曰为乡，名曰节四连旗，十方丈于前，亦可乎？妻曰：夫子左情右书，乐在其中矣。节四连旗，所安不过容膝，十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乱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于是出谢使者，遂相与逃去，为人冠元。于父，于父者，楚人也。楚乱，乃匿名引钓于江滨。楚请襄王时，屈原为三闾大夫，名显于诸侯，为上官敬上所赠。王怒，放之江滨，被法刑迎于泽畔。于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于何故至于斯？原曰：举世浑浊而我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于父曰：夫圣人不凝滞于万物，故能与世推移。举世浑浊，何不扬其波，觅其泥？众人皆醉，何不扑其糟，啜其离？何故怀井卧鱼，自令放位？
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避逆人莫之焉。安其身。安其身者，琅琊人也，受学和尚丈人，卖药海边，老而不仕，时人谓之千岁公。秦始皇东游，请雨雨三约三夜，赐金币值数千万。出至富乡亭而去，刘赤欲细未报，刘书与始皇曰：后蜀十年求我于蓬莱山下，及秦败，安其身与其有蒯通交往，项羽欲封之，猝不肯受。和尚丈人。和尚丈人者，不知何国人也。名老字之树，自逆姓名，居河之梅者，老字张据，故事号曰和尚丈人。当战国之末，诸侯交争，持说之士贤以权势相倾，为丈人隐身修道，老而不亏。传业于安其身，为道家之宗焉。乐成功。乐成功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后别从赵。其族乐毅，显名于诸侯。而成功独好黄老，恬静不仕。及赵魏秦昭王灭，成功东之其以老字显名，其人尊之，号称贤师。赵人田叔等皆尊是焉。盖公。盖公者，其之交西人也，名老字，师是乐成功。汉之起，其人争往于世主，为盖公独遁居不仕。及汉定天下，曹参谓其丞相，进言问长老诸身以百数，何以治其？人人各书，参不知所从。闻盖公善治黄老，乃使人后必聘之。公谓言：至道贵清净，而名自定，遂推此类，谓参具言之。参悦，乃必正堂舍之，施事之，其果大至。即参入相汉，导盖公之道，故天下歌之。盖公虽未参师，然未尝试，以受终。四号。四号者，皆河内指人也，或在籍。一曰东元公，二曰角李先生，三曰齐李济，四曰夏皇公，皆修道结己，非义不动。秦始皇时，见秦政略，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夜夜子之，可以聊饥。唐虞世远，吾将贺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为人，不如贫贱之四志。乃共入商洛，引得废山，以待天下定。及秦败，汉高闻而争之，不至。身自逆中南山，不能趋己。黄石公。黄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乱，自隐姓名，时人莫知者。初张良亦姓魏长，自逆下邳，不由沂水一上，与黄石公相遇。未夜，黄石公故坠履一下，故谓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诈，愕然欲殴之，谓其老人也，强忍下取履。因贵尽焉，公以足寿，笑而去。良书经，公行礼所还，谓良曰：孺子可教也。后五曰：平民与我其辞。良曰：怪之。富贵曰：诺。五曰：平淡。良往。公怒曰：与老人齐，何后也？后五曰：早会。良饥明往。公又先在。富怒曰：何后也？后五曰：早会。良夜半往。有请。公亦至，喜曰：当如是。乃出一边书与良曰：读是，则为王者师矣。后十三年，孺子见冀北古城山下黄石，即我矣。
遂去不见。梁旦是其书，乃是太公兵法。梁益之因讲习已说，他人皆不能用。后与沛公遇于陈留，沛公用其言，者有功。后十三年，从高祖退蓟北古城山下的黄石，梁乃保辞之。及梁死，与石并葬焉。鲁二真氏，鲁二真氏者，皆鲁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孙通白真鲁诸如三十余人，欲定汉以礼。二世独不肯行，骂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而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后可举，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谓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吾侮我。”通不敢至而去。田和，田和字子庄，其人也。自孔子授，亦五传至和。及秦进学，以义为卜筮之书，读不精，故和传之不绝。汉兴，田和以其诸田徙杜陵，号曰杜田深，以义授弟子东武王童子仲、洛阳周王孙丁宽、其福生等，皆显当世。惠帝时，何年老家贫，守道不仕。帝亲信其庐，以授业，终为义者宗。王生，王生者，汉文景时人也。善为黄老，退居不仕，与南阳张氏之交。当时视之为公车令。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视之合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迁至廷尉。即文帝崩，太子代立魏帝，是魏景帝。视之恐，称病欲免去，具大诸志。欲见谢，则谓之何如？用王生计，促乃见上谢之，景帝不过也。王生常与士之及公卿召会，庭中立，王生袜解，故谓士之：“为我解袜。”士之前跪而戏之。既退，或让生曰：“独奈何庭汝张廷尉，使跪戏袜乎？”王生曰：“吾老且见，自度中无异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无故撩汝廷尉，使跪戏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皆嫌王生而重张廷尉。智俊，智俊字伯陵，今赵长安人也。少智清洁，与太史令司马迁交好。俊独退身修德，隐于千山。迁既亲贵，乃以书劝俊进曰：“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夫为伯陵才能绝大，高尚其志，以善绝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何类其名，故似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由也。愿先生少智一焉。”俊报书曰：“俊闻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处，故悔令去余生。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既得。汉兴以来，帝王之道于斯实现，能者见利，不孝者自贫，亦其实也。”周易：“太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掩养从容以由于耻耳。俊之守节不宜如此。迁居太史官，为李陵游说，下府行，果以悔令被辱。俊遂高尚不仕，促于谦，谦人立祠，号曰谦居士，侍奉四之不绝。韩福，韩福者，拙人也，以行义修节著名。昭帝时，将军霍光秉政，表显义士，郡国条奏行状。
天子魏福等五人行义最高，以德行真至今赵，并不得进。元凤元年，赵策曰：“朕敏劳福以官职之事，赐帛五十匹，遣归。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福归，终身不仕，卒于家。”成功，成功，成第十人，自隐姓名，常诵经，不交事力，时人号曰成功。成帝出游，问之，成功不屈节。上曰：“朕能富贵人，能杀人，子何逆朕？”成功曰：“陛下能贵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杀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者，使郎二人就受正事十二篇。”安丘望之，安丘望之者，今赵长陵人也。少智，老字今田径不求进宦，号曰安丘丈人。臣帝闻，欲见之，望之辞不肯见。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师焉。望之不以见进位高，越曰损退，为污衣于民间。这老字章句，故老士有安丘之学。扶风耿况、王吉等皆师事之，从受老字，终身不仕，到家宗焉。宋慎之，宋慎之者，南阳安仲人也。少孤，年五岁失父母，家于古城巨中，孝慕甚笃，巨中化之。少长，有礼。慎之每行见老人担负，则以身代之，列的禽兽，常分肉与有亲者。平一解，居数岁，乃至长安，受义通名以姓义见称。从兄包卫东平内史，遣使召之，慎之曰：“众人所乐者，非慎之愿也。”乃去，游太原，从寻越牧羊，以情书自娱。丞相孔光闻而救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张仲卫，张仲卫者，平陵人也，与同郡尉景清俱修道德，隐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属文，好诗赋，常居穷宿，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性不至荣名，时人莫识，为刘公知之。严尊，严字君平，蜀人也。隐居不仕，常卖卜于成都市，约得百钱以自给。卜契，则必四下联，以著书卫士。杨雄少从之游，屡称其德。李谦备一周目，喜曰：“吾登平未从事足矣。”雄曰：“君可备礼与相见，其人不可屈也。”王凤请交，不许。蜀有妇人罗冲者，问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吾以自发。”冲谓君平具车马衣粮，君平曰：“病耳，非不足也。我余而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余？”冲曰：“有万金，子无单食，乃云有余，不亦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与家人定而亦未息，昼夜及笛，未尝有足。今我已不为也，下床而前自至，由于数百，尘埃后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余而子不足邪？”冲大惭。君平叹曰：“亦或者损我身，舍我名，杀我身，故不仕也。时人服之。”彭城老妇，彭城老妇者，楚之隐人也，见汉世衰，乃自隐修道，不至名利，至年九十余。王莽时征故光禄府公，欲为太子师友，祭酒耻事二姓，莽破之，甚遂不食而死。
莽使者及守以大会敛者数百人，老妇痛甚，明志祸，乃独入哭甚，甚悲。继而曰：“嗟乎！勋以香自烧，高以名自消。公先生近夭天年，非吾徒也。哭必而出，莫知其谁也。”韩顺，韩顺，字子良，天水陈济人也，以经行清白，辟周载，不义。王莽末，隐于南山。的黄四年，汉起兵于阳。顺同县魁萧等起兵，称上将军，西周大镇。为顺修道山居，直操不回。萧以道术深远，使人机必薄，辞后聘顺，欲以为师。顺因时谢萧曰：“礼有来学，亦无往教。”即欲相师，但入深山来。萧闻决然，不至强屈。其后萧等诸姓皆灭，唯顺山妻安然，以平节自终焉。郑普，郑普，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静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时，元就大将军王凤以礼聘之，遂不屈。杨雄甚称其德，曰：“谷口郑子真，根于岩石之下，名震京师，逢一人客时辞之，至今不绝。”李弘，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李中，化之斑白不负担，男女不错行。弘常被赵魏县令乡人共送之，原无心就行，因共酣饮，月余不去。刺史使人遇之，众元遂游奔，不知官。为杨雄众之曰：“不疑不讳，居于可否之间。”项常，项常，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平无资时，好事者更愧焉，受之，取足而反其余。王莽大司空王义辟之连年乃至，欲见之于莽，故辞乃止。前隐于家，独义至损义卦，愧然叹曰：“吾以之富不如平，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毕，斥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与同号北海秦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闵贡，闵贡，字仲舒，太原人也，世称节氏，虽周党之节亲，自以弗吉也。党见仲舒食无菜，以以身算，仲舒曰：“我欲审凡耳，今更作凡邪，受而不食。”建武中，应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正事，徒劳苦而死。仲舒恨曰：“以仲舒位不足问邪，不当辟也。辟而不问，是失人也。”遂辞出，投席而去。复以博士真，不至。客居安逸，老病家贫，不能的肉，约买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与。其领闻，赤力常给焉。仲舒怪，问之之，乃叹曰：“闵仲舒岂以口腹类安逸邪？”遂去，客佩以寿终。卷下，王霸，王霸，字如仲，太原广武人也，少力清洁。即王莽篡位，弃官代爵交换。建武中，真道尚书，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有，司徒侯霸让位于霸，故良令严阳悔之曰：‘太原俗党，如众颇有其风。’”遂止。以病归，隐居守志，茅屋棚户，连贞不至，以寿终。延光，
颜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游学。及帝即位，光乃变异姓名，隐世不见。帝思其贤，乃物色求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阳裘，钓泽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车玄勋聘之，三反而后至。司徒霸与光素旧，欲驱光到霸所与言，遣使西曹属侯子到奉书，光不起，于床上积聚报西发书。读气，问子道曰：“君房素吃，今为三公，宁小差否？”子道曰：“未以鼎足，不吃也。”光曰：“遣卿来贺言。”子道传霸言。光曰：“卿言不吃，是非吃与屈也。天子争我，三乃来。人主尚不见，当见人臣乎？”子道求报。光曰：“我手不能书，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买菜乎？求义也。”霸封奏其书。帝笑曰：“狂奴固态也。”车驾即曰：“信其管。”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抚其腹曰：“多多子陵，不可相助，为礼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而言曰：“习唐尧者得，朝复喜耳。是故有志，何志向破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生于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泪曰：“因其眼卧，除未见议大夫，不屈，乃根于富春山。后人名其调处为延陵赖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治，年八十，终于家。牛牢，牛牢，字君直，世祖谓布衣时，与牢交游，长夜共讲说谶言，云：“刘秀当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万一果然，各言而至。牢独默然。世祖问之，牢曰：“丈夫立义，不与弟友。”众大笑。即世祖即位，真牢称疾不至。诏曰：“朕又教牛君，真卿高士也，很有疾。周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美折奉诏就家存问。”牢恒被法称疾，不达诏命。东海隐者，东海隐者，不知何许人也，汉故司职望梁之友。建武中，梁以清洁征用，立位至一年。父还，通友，不肯见，而让之曰：“不有忠信其谋，而取大位，自知无德，何谓至此？”而父俱去，何往来谢谢不但烦也。遂拒梁，终身不纳。论者高之。梁鸿，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遭乱世，授业太学，博览不畏章句。学毕，乃目史上陵院中，曾误以火言及他舍。鸿乃寻访烧者，问其所去失，悉以史长之。其主犹未少，鸿又以身居坐，执情不懈。邻家其老见鸿非恒人，乃共则让主人，而称鸿。长者于是使尽一焉，悉还其史。鸿不受而去，归乡里，执家木其高洁，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壮丑，则对不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即嫁，使以装饰入门。”妻曰：“而鸿不答。”妻乃下请。鸿曰：“吾欲求贺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而今乃依其稿复粉末，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
妾自有隐居之福，乃更为垂迹者不依，操作而前。弘大喜曰：“此真良弘妻也，能奉我意，自知曰得耀孟光。”居有请，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之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号以来24人作颂。因冬出关，过京师，作《五一之歌》。肃宗求弘不得，乃意幸运其名耀，字侯光，与妻子居其鲁之间。有请，又去，是吴居高伯通吴下，为人令春。每归，妻未具时，举案齐眉。伯通察而易之，乃方舍之于家。弘前必著书十余篇，即且告主人曰：“其言灵祭子葬于银帛之间，不归乡里，甚勿令我子持丧归去。”急促伯通等为求葬的于吴药里冢旁。高辉，高辉字伯达，今赵人也。少至老自今，田虚不盈事物，与梁弘善隐于华阴山中。及弘东游，思辉作诗曰：“鸟阴阴稀有之奇，念高子西仆怀思，想念辉西元吉兹，二人遂不复相见。”辉亦高亢逆药，终身不试焉。台同，台同字孝威，魏郡邺人也。布氏隐武安山中峰，凿穴而居，采药自业。建初中，周辟不久。魏郡刺史执早立位至建同，与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同曰：“同性得保忠正性，存神养和，不平盈于世事，以劳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随府牧养，细替匪推，反不苦耶？”遂去隐逸，终身不见。韩康，韩康字伯修，今赵霸陵人也。常游名山采药，卖于长安市中，口不二价者30余年。时有女子买药于康，怒康守价，乃曰：“公是韩伯修邪？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欲避名，今区区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味？”遂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针不至，还地时，乃被玄勋安车以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扬寻辞安车，自乘柴车，冒乘先发至亭。亭常以韩真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即见康柴车扶金，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康即试驾与之。有请，使者至，夺牛乃君也。使者欲奏杀亭常，康曰：“此自老子与之，亭常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受终。秋兴，秋兴字季春，扶风人也。少雅才，自谓无武，傲日不与俗人为群。郡守使召见曰：“民抚育臣心耶？有心邪？失心邪？民抚所以尊宠者，及于公曹；所以荣禄人者，以于贤。一及一矣，皆心所不用也。”郡守一之，不敢屈。季春傲俗，自矜无武。国守逢迎，翩翩奉举。宠禄臣如轻言烂土。比尔扶风为攀官举。矫胜，矫胜字仲彦，扶风茂陵人也。少木松，桥倒隐之术，隐遁山谷，与南郡太守荣、并州刺史苏章相礼并食。
然二人纯远不及甚也。汝南无苍甚重之，因遗书以观其志，曰：盖闻黄老之言，臣须入燕，藏身远遁，亦有李国养人，失于为阵。至如登山绝机，神不着其阵，人不睹其眼，吾从先生欲其可者，于亦何如？昔伊尹不怀抱以待尧舜之君，方今明明自海开辟，朝许无畏积山，移其毁入首阳，足下沈能其龙弄凤，翔息云间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甚不达。年七十年余，竟不肯娶。后忽归家，自言死曰：及其果促。后人有见甚于敦煌者，故前世一之，或云仙焉。甚同骏马摇引于千山，以度居位世，左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木先生焉。任堂。任堂字季清，少有其节，以春秋教授，隐身不仕，宠参为汉阳太守，道先就家祀焉。唐不语言，但以酒一本，水一鱼置户平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主不白以为巨傲，参思其为意，良久曰：唐置一鱼水者，郁郁太守亲也；投一本酒者，郁郁太守及强宗也；抱孙儿当户者，郁郁太守开门续幼也。中参去不言。赵祯不至，急促乡人图画其行，至今称任真君也。智询。智询字季直，柏林之十二世孙也。明理义，遂至五经，博通百家之言。又善熟文，辞论清美。卫兵弟子，扶风马戎、沛国桓灵等，自远方至者十余人。既通古今，而性复温敏，不耻下问，故学者宗之。常慕其先人之高，遂隐于南山之阴。出马戎如寻授业，寻爱其才，因以女妻之。戎后果未大儒，文魁当世，以是服寻之之人。永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见寻行谋严敏，学拟仲书，文参常卿，才同贾谊，识胡敛气也，宜在宗庙，为国故府。由是公车真不易。大将军窦武举贤良，不久。清明显于世，以寿终，三辅称奖。法真。法真字高清，扶风都人也。学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关西号为大儒。弟子自远而复及常数百人，真性恬静，寡欲不涉人间事。太守请见之，真乃服经一夜。太守曰：习鲁哀公虽未不孝，而仲尼称臣。太守虚薄，欲以公曹相趋，光赞本朝，何如？真曰：以民府见呆有礼，故敢自同兵末。若欲立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惧然，不敢复言。几辟公府贤良，皆不就。同郡田与见真曰：处事法真，体兼四业，学穷典傲，幽居田伯，乐以忘忧，将导老士之高宗，不畏玄勋屈也。臣愿圣明就家滚直，必能唱清妙之歌，至来宜之奉矣。惠顺帝西巡，与又见之。帝虚心欲至，前后四真。真曰：吾既不能遁行远视，岂饮喜耳之水哉？遂身自隐绝，终不降屈。有人郭正称之曰：法真明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陶明而明我随，毕明而明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
乃共刊时送之，号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已寿终。汉兵老父，汉兵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熙中，姓晋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根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议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也？”老父笑而不答。温下道百步，自语言：“老父曰：‘我也，人也，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礼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复天下邪？立天下以奉天子邪？习圣王载世，毛辞采传，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亦犹无忌。吾为子修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徐志，徐志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经行，高于南州。桓帝时，汝南陈藩为豫章太守，因推荐至于朝廷。由是武举孝廉贤良，皆不就。廉辟公府，不义未尝达敏。公薨，折身自缚掉。太守黄琼亦常辟志，志穷薨，归葬江夏。志既闻，即复及徒步豫章三千余里，至江夏穷墓前，志泪而哭之。后公车三针，不救，已寿终。夏父，夏父字子志，陈留与人也。少谓诸身，直直不济，动必医道。同县高简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未视之，为父闭门不与高、蔡通。桓帝即位，灾异数发，召百司举直言之事各一人。太尉赵介举父，不义，遂隐身久之。灵帝即位，中常侍曹节等专朝，禁锢善事，谓之党人。父虽不交时官，然声名未捷等所惮，遂与汝南范滂、山阳张俭等数百人并未捷所污，悉在党中。赵夏郡县各捕以为党魁。父乃顿足而叹曰：“孽自已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畏？”乃自检虚，便服一行入灵绿山中，为野公客坐，形貌毁翠，积庸三年而无知者。后赵伟放、简等皆出，复独叹曰：“以为人所弃，不宜复持乡里矣，留令作不归，家人求不知处。”其后人有识其身者，以告同郡指乡太守濮阳前，使人以车迎父，父自逆不肯，前车三反，乃得父。郭泰，郭泰字灵宗，太原人也。少氏父母以孝文，身长八尺余，家贫，郡县欲以为吏，叹曰：“丈夫何能执鞭斗梢哉？”乃辞母，与同县宗仲至京师，从曲博厌学，春秋博洽无不通。又审于人物，由是名著于陈良之间，步行欲语，今一脚垫，众人目之，皆故折金脚。是真往从之，载策迎车，凡太之之于无名之中六十余人，皆言后宴。以母丧归，徐志来吊，以身除一束遁太庐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师不云乎？身除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玉耳。凡司徒辟大肠，赵典举有道，皆不救，以建宁二年卒于家。申屠盘，申屠盘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也，少有名节。
同县勾氏女欲为父报仇，外皇令梁佩玉论杀玉。磐石年十五，为诸身进谏曰：“玉之节养，足以感无耻之孙；积忍辱之子，不遭名实，上当表金如木，况在倾听而不加哀惊？”配善其言，乃未厌的简死论。乡人称之。盘父母卒，哀悔思慕，不饮酒食肉十余年，遂隐居学至今世。易言氏、春秋、小代、李三叶先通，因博贯五经，兼明图伟，学无常失。始与季英王子居同在太学，子居病困，以身托盘。盘即不复其丧，至季英，欲私立从事于何拱之间。从事一之，为扶船护送盘，盘不肯，投船于的而去。势必还家。前后凡仆车特征，皆不久。年七十四，已寿终。袁弘，袁弘字下甫，汝南人也。住世于庭中，闭门不见客。旦暮于室中向母礼拜，虽子往亦不得见也。子亦向户拜而去。手不着巾，身无单衣，足着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车两贞，不义。范滂美而称之曰：“隐不为亲，贞不绝俗，可谓至贤矣。”江公，江公字伯怀，彭城广西人也。家世民族，兄弟三人皆孝行者文。公年最长，与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亲友。及长各娶，兄弟相爱，不能相离。公习学五经，兼明心伟，弟子自远方智者三千余人，深重于时。凡一举孝廉，十辟公府，九举有道，至孝贤良，公车三贞，皆不就。仲季亦不应贞辟。建宁二年，灵帝诏贞位兼卫太守。公的诏乃告其友曰：“吾以虚获实，遂即身驾。圣明之事尚不委职，况今正在司门哉？”乃隐身遁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勋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诏。名震于天下，年七十七，卒于家。管宁，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也。灵帝末，以中国方乱，乃与其友秉元涉海，依辽东太守公孙度，虚管理之。其后中国少安，人多难归，为宁不还。皇初中，华歆见宁，宁知公孙渊避乱，乃因征辞还，以为太中大夫，故辞不就。宁凡真命时至，于服四次，常坐一木榻上，积五十五年未尝积聚。榻上荡膝皆穿，长者不群何求，为辞仙人，乃着旧布单衣加手续巾。辽东郡国，徒行于福殿，号谓贤者。郑玄，郑玄字康臣，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汉尚书。玄少好学，长八尺余，须眉美秀，姿容甚伟。习孝经、论语，兼通经世、公羊、春秋、三正历、九章算术、周官、礼记、左氏春秋。大将军何进辟玄，周郡破邪，不得已而已。进设机帐之礼以待玄，玄以服经见进，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后十余辟，并不久。任安，任安字定祖，少好学，隐山不迎名利，时人称安曰任孔子。连辟不久。建安中，读《史记·鲁连传》，叹曰：“
性以洁白为质，情以的质为乐，性至情的，体道而不忧，彼弃我取，与时而无争，遂终身不仕，时人号为任真君云。庞公，庞公者，南都襄阳人也，居县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言请，不能屈，乃就后之，曰：“夫保全一生，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雀巢于高陵之上，牧而得所栖；猿驼穴于深渊之下，戏而得所宿。夫去舍行止，一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是耕于陇上，而妻子云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犬母，而不肯观鹿，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为，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魔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返。姜齐字子平，汉阳上归人也，少师父，独以母兄居，至书易春秋，田居守道，名仲西周。延熙中，沛国乔玄为汉阳太守，召齐，欲以为公曹。齐称病不救，玄怒，赤都有隐逸收齐，若不起者，去嫁其母而后杀齐。亦争之，玄怒亦窝之。亦的帐，且见曰：“其少修孝义，七持横庐，乡里归人，名宣周礼，实无罪状，亦敢以死守之。”玄怒，乃止。其余事高明于广。其母死，丧礼毕，竟让平水田与兄岑，遂隐居，以处封，使卫士教授者满于天下，营业者三百余人。辟周从事不易，民从而居之者数千家。后举贤良，公府辟以为茂才，为仆板令，皆不就，以受终于家。荀敬字叔慈，颍川人也，少有俊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号曰八龙。何门剃目，隐身修学，动止合理。弟爽字慈明，亦以才显于当时。或问汝南许张曰：“爽与敬孰贤？”张曰：“皆欲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太尉辟不久，急促学士习之，累进者二十六人。尹英令秋真追号进曰玄行先生。尹川太守王怀义士曰昭定先生。胡昭字孔明，尹川人也，始毕的冀州，不应袁绍之命。武帝亦辟昭，昭字成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处不同，免促高尚，亦不相屈。”昭乃引入浑山中，躬耕乐道，以荆棘自娱。至家平初，年八十九，卒于家。焦先字孝然，是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汉末，即为受禅，常结草为鲈鱼河之滨，独止其中。冬夏坦不着衣，卧不涉席，又无褥，以身轻土，其体垢汗皆如泥子，不行人间。或数一时，行不由邪径，目不与女子武士，口未常言，虽有紧急不与人语。后也火烧其屋，先因漏寝，遭冬雪大至，先坦卧不移，人以为死，就是如故。后百余岁卒。本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并且于1928年1月1日之前出版。
类西晋皇甫谧 PD old 王蔡丹未登录讨论贡献创建账号登录作品讨论不转换阅读编辑查看历史搜索在 Wikisource 搜索首页随机作品随机作者随机原本所有页面编者社群首页写字间最近更改帮助帮助关于维基文库联系我们方真与指引资助工具链入页面相关更改上传文件特殊页面固定链接页面信息引用本页获取短 URL 维基数据项目打印斜线导出可打印版下载为 EPUB 下载为 Mobile 下载为 PDF 其他格式在其他项目中维基共享资源维基百科语言添加链接此页面最后编辑于2022年8月30日星期二2:23本章的全文字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协议之条款下提供附加条款亦可能应用请阅使用条款在部分国家和的区包括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作者精神权含署名权永久有效详情 Wikisource Register 和维基文库标志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注册商标维基 Trademark 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商标维基媒体基金会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记的 501(c)(3) 免税非盈利慈善机构隐私政策关于维基文库免责声明行为准则开发者统计 cookie 声明手机版视图 Wikimedia Foundation powered by MediaWiki https://wikisource.org/wiki 关闭列女传重定向自古列女传列女传作者刘向西汉姐妹计划姐妹计划百科图册分类数据项目录卷一母遗传有余二非弃母江原弃母简狄弃母涂山汤非有周氏三母未固定将其女父母鲁季晋将楚子发母邹孟可母鲁之母师未盲慈母齐田继母卷二贤明传周宣将后其还未姬晋文其将秦穆公姬楚庄樊姬周南之妻宋豹女宗晋赵衰妻陶踏子妻柳下惠妻鲁前楼妻齐相玉妻楚皆于妻楚老来妻楚于林妻卷三人志传密康公母楚武邓曼许穆夫人曹熙氏妻孙叔敖母晋伯宗妻卫林夫人麒麟仲子鲁臧孙母晋阳叔姬晋范氏母鲁功臣四鲁七世女卫屈沃父赵江阔母卷四真顺传赵南生女宋公伯姬卫寡夫人蔡仁之妻黎庄夫人齐孝孟姬袭君夫人齐启良妻楚平伯迎楚昭真姜楚白真姬卫宗二顺鲁寡陶英良寡高行臣寡孝父卷五节一传鲁孝义宝楚陈正茂敬与怀迎楚昭月姬盖将之妻
鲁义姑姐代赵夫人其义继母鲁秋节赴周主中妾，为结乳母梁结姑姐朱牙二义和杨有弟金师结女。卷六变通传，其管妾进楚将以母进宫宫妻其伤怀女楚也变女。阿古楚女赵金女捐赵佛西母其威于姬其中离春。其素流女其孤主女楚处庄直其女徐无其太仓女。卷七孽必传，夏桀末喜殷纣妲己周幽又四位宣公将鲁桓文姜。鲁庄哀将进献离姬鲁宣谋将臣女夏姬麒麟生姬。其东郭将卫二乱女赵灵武女楚考李后赵道唱后。府列女传目陆续。本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并且于1928年1月1日之前出版。分类：西汉刘向 PD Old。 导航菜单：未登录。讨论：贡献。创建账号：登录。作品讨论：不转换。阅读编辑查看历史搜索，在 Wikisource 搜索首页，随机作品，随机作者，随机原本，所有页面，编者，社群首页，写字间，最近更改，帮助，帮助。关于维基文库，联系我们，方针与指引，资助，工具，链入页面。相关更改，上传文件，特殊页面，固定链接，页面信息，引用本页，获取短 URL， 维基数据项目，打印斜线导出，可打印版，下载为 EPUB， 下载为 Mobile， 下载为 PDF。其他格式，在其他项目中，维基共享资源，维基百科，语言，添加链接。此页面最后编辑于2023年6月17日星期六13点15分。本站的全部文字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协议之条款下提供，附加条款亦可能应用，请参阅使用条款。在部分国家和的区，包括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作者精神权含署名权永久有效。详情 Wikisource Registered 和维基文库标志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注册商标，维基 Trademark 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商标。维基媒体基金会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记的 501(c)(3) 免税非盈利慈善机构。隐私政策关于维基文库免责声明行为准则，开发者统计 cookie 声明手机版视图 Wikimedia Foundation powered by MediaWiki https://wikisource.org/wiki